来分享分享咱们群里好吧，分享到咱们的粉丝群里。我今天状态好不好，家人们？我今天状态好不好？你们仔细看一下，我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跟平时哪里不一样？你们说一下。可以。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家人们？今天帅吗？除了帅就没有别的了吗？直播间2000多人来，马上3000人了，咱们把账再叠一下，好吧？今天有没有跟平时不同的啊？感谢点赞，谢谢。变帅了是吧？其实一直都这么帅的嘛，只是你们缺少了一点点发泄而已。一直都很帅，对吧？谢谢，谢谢你们的夸奖。我的眼睛有点红。感谢点赞，谢谢。你们说我黏我爸爸还是不要黏啊？我怕我黏他，他说我又那个啥，不好的，知道吧？不好的。感谢点赞，谢谢。来，直播间2600人，马上3000人，咱们把账单点一下，好吧？哎，这两天我在西昌大凉山这边，大凉山这边处理一点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回去了。我爸爸想我了没有吗？你们去跟他评论一下，说你有没有想阿伟。他想我的话我就跟他连过去，他不想我的话我就不连了。直播间3000多人了，马上4000人了，咱们把账单点一下，好吧？我知道他在直播，但是我不敢连他呀，我一连他，他又给我这闹的。我连一下他。他连得来不？他连不来吧？喂。老爸，我以为你答应我早点回来，这都还在啊，唐唐都要快走了。我知道了，这两天我不是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吗？然后我就还在这边。你这样，你给我个准信儿，你就算是那个后天能不能回来？后天差不多吧。啊，差不多吧，后天。那就后天那个咯，就说好就后天回来，好不好？你身体好点没有？明天再给你处理一下。你身体好一点没有？你别管我，说你的事儿。那就后天回来是吧？我尽量后天回来嘛。嗯嗯，外天回来，现在主要是在这边要处理一些事情。好了，你那个反正就是昨天呢，我也看了你跟你老麦给我说了你跟唐唐的那个是吧？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我一再跟你说过了，你老爸现在态度是对你们的这个东西，我不去干涉他。但是那个阿伟啊，我再一次强调啊，你对唐唐的态度必须要好一点，
我们是把她当女儿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是应该是亲人，是不是？不能够那种态度啊、哦！我对他和好，听见了没有？我对他和好的呀，我哪有什么？不能够是这种态度、哦、啊！哎，老妈呢？你们在那边冷不冷啊？这边还好，我都穿的比较厚呢。我妈去哪里了？哎呀，不清楚。我现在是只关心。你没跟他吵架吧？没有没有，我们俩现在是绝对是一致的啊！你别跟我俩扯远了。你反正我跟你讲了，第一个早一点回来，好不好？嗯，好不好？知道了。第二个呢，就是回来的路上，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听没有？啊，好，然后第三个嘛，就是那个注意跟唐唐的态度。不是我对他态度挺好的呀、哦，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关系呀，对不对？你那天连麦，我刚才讲了，我都跟朋粉你的那个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讲了，你那个什么态度啊？你要是在我身边，我绝对两个耳光给你过去了。那我要怎么做啊？我要好一点，态度好一点。我人听见没有？我的性格就那样。你不能老是，哎，你就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唐唐，很多时候是让着你。我知道。好了吧？他和好，我知道。啊，就这样，有些朋友还说唐唐强势，哎呀，我真是服了。好了。你放心、我现在最关心的啊是你回来，听见没有？我知道了，谈谈我们关系就是回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然后那天我看的那个什么，你们走的高速路啊，那么大的雪是吧？对，实际上雪不可怕，我跟你说、嗯、你们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那个冰可怕，知道不？啊、嗯，老爸有一个同学就是什么，嗯，他是，我看十多年前，嗯，从阿坝回来，开也是开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高速路，反正有一段路是那种暗冰，嗯，唰一下就撞在了那个就滑过去就撞在那个路边的那个什么交通桩上还是什么。当场死亡，所以说交通安全是你看到大雪也不要怕，但是大雪过后或者那个路的那个特别要小心开。嗯，你放心吧，一个字慢。知道了，好不好？不管是你开车还是吴总开车还是小王开车，大家都记住这一个字啊，慢。知道了，您放心嘛，没问题的。哎，你又不要担心我嘛，我也不是小孩子，我知道怎么弄。好好好，好吧。吃饭没有？我也准备那个了，休息一下了。我说刚才你现在都说你在直播，我今天本来都不想那个的。嗯，你还算有良心啊，主动连过来了。我看到你在直播，我肯定跟你连过来嘛。嗯嗯，好了，你要下播了吗？我准备休息一下了。嗯、说了那么久，累了。你播了多久了？跟朋友们也那个了。好，你这样先断开，我跟朋友们道个别啊，跟家人朋友们道个别，好不好？嗯，好。你记住我说的话了没有？知道了。嗯。啊，记住了啊，反正早一点回来啊，早一点回来。好，好吧。好，断个别，拜拜。嗯，好，拜拜。好，我跟粉丝朋友们道个别，好。